汇报结束以后，客户呢他会选择较为满意的小组继续推进合作，而另外一组全员终止试用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好突然，好暴力啊！这个方式，我们接个电话，电话。怎么回事？小哥说这人给你了，就给我了。嗯，他们已经做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刚才提到他们有获得 FDA 的是哪款产品呢？你们对于这个业务的介绍，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。对于咱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认知，这个信息在我们的官网上就有。完了完了，大忌哈，你都不没那么了解，你还来？我邀请了一个专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顾问朋友。哎呀 ，Hello，Hello。